大家好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演奏二胡。二胡是我带着比较熟悉的一些工作的曲，是我本名所说的不同的曲。大家在唱出来这个曲子的样子，它发展到北宋年间，我当时我国的北方少数民族胡人，当时的冬天拉着这个家的胡人乐器，我传到我们中国地区，慢慢渐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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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渐不要呼吸。大鼓在我们的民族音乐体系当中，伴奏范围非常广泛。它的音色软硬多美，所以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大鼓在传奇里面有什么？在里面比较容易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有多年，教授。学生儿童学习大鼓的一些经验之后，这边和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下。二胡啊，入门之后，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学习，实在是比较重要。下面先来讲第一个二胡的基本知识。第一点。这个是这个琴板，琴板上面的这个部分包起来之后，沿着这个乐线，拉住这个部分，然后穿过乐线，然后再通过这个通道，这个琴板上面有多个孔。就是说，这个曲这个部分朝向的这种下面这个方向是这个曲的方向，上面这个方向是曲线，而且这些吧，大家要注意，明显到线，这个下面的线，接下来说说这个怎么在这顺序往里走，里面的线啊，这上面的线不会是。
Yeah.
Thank you.
Thank you.
第三个，我们要习惯什么？第一个，二是什么？第三是，我们要前面说做它的首先啊，第一个是要做，就是说，自己的方法，跟他去讨论一下说，再说按理不完全的按保全的作用，后者的作用在线上。就是，他这个方法，说是教任何的人不能去了解。但是的话，大家要注意两点：第一个，在上课的学习的方法的时候要弹性，不要太有问题的力度，要轻松的来，带有一定力度。但是我感觉还是这一点。另外呢，就是还有个人学历，这个成绩注意，二十岁的二十岁，才艺二十，成绩十八分，再看一下，对吧？所以不要想上二十岁就去读艺术，这是一个对的。
挺高的价格，听说有些这个东西不能用电脑嘛，不能电脑。我们现在现在的影响呢，就是我们把和一些传统的东西放开，因为大家说，他们的问题程度是这样，他们在这个聊天过程中很自然的给出一个压力。现在这些网络文章，他们的这种不讲道理。那么，我们这个台是怎么来的？一般，我们就是就把中国的一个把它利用对，但是到了别的地方，这个里面不同，但刚开始在做这个内容时，那刚开始的不好的出现了，这个内容当中来说，我们是一个把这个。那个人工好，你也没有那种梦想成果，所以咱们本学的时候找了一些单子，一年花的比较正常的做点东西，但是有些人一上学就是自己的培养过程，可以刚开始一个小时一节课来念，一个学用吧，一点都不难，现在我们现在。
是他妈也没关系，我们家闺女在大门口跟别人说话，空间有点乱，刚开始空间应该可以让他自己的体验感变得更好，一开始这样还是那样。
Thank you.